虞书欣因演出陆剧《苍兰诀》爆红，一举一动都受到热烈关注。没想到近日网上就传出虞书欣和大他17岁吴建豪热恋中，有网友发现吴建豪与虞书欣在4月11、12日都出现在洛杉矶，5月初吴建豪飞往北京，虞书欣也被发现在北京和朋友聚会。5月21日，两人又再一次出现在香港，重叠密度相当高，加上两人有许多共同好友，因此让外界认为两人热恋的可能性很高。另外，吴建豪还被发现带着一条星星项链，刚好虞书欣有小星星的绰号，也让网友猜测两人是在隔空示爱。不过，许多网友看到后纷纷傻眼，直呼不可能，笑死我了！关键是没有同框，即使同城100次又怎样？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重合吧？意外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Thank you.